就是第一次因为跟父母就是吵架，因为我是独生子嘛，然后就跟父母可能不和，因为疫情的时候我想出门，然后那时候就那时候我们两个在我们是在 Instagram 认识的，然后两个人也聊了很久，就那个时候刚开始我们认识就是每天捧着手机聊，就不管是睡觉打电话然后就视频，然后就一每天就是你在干嘛在干嘛在干嘛，就是每天都是这样聊，然后后来就很想见到他，然后对啊，因为我也想见到你啊然后就两个人就很想见，然后对我们两个是疫情在一起，对，疫情就是 IG 认识的，然后就很就是跟普通情侣一样，我们就每天就是捧着手机每天犯花痴的在那里笑，就每天聊天什么的，然后后来就是过了一个月左右吧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因为我也是我就是跟家里闹矛盾，对，然后就是连夜坐车去找他，不花心啊，你花不花心问他呀，谁关注谁关注谁追的谁，你猜你猜，空窗期21年，对，谁关注谁关注，空窗期二十一，喜欢对方啥，喜欢对方的鸡巴，无语开个玩笑开个玩笑，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，然后就那天然后就见了呀，对啊，然后就是凌晨来的，先跟你们讲我们怎么见的嘛，就是对，因为那时候疫情，然后宁波是有疫情的，然后我们这边是没有疫情的，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是坐了2个小时车就是去宁波，然后后来开那个第一次去宁波的时候我是坐动车去的，然后就是去那边，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是我到宁波已经2点了，然后那天还下雨，然后我们两个在路灯下面相见，对，而且那个是凌晨2点什么人都没有，然后他、那个时候我还是红头发，对，他那个时候是整一个就是红毛，就是那个欧的发型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欧的那个颜色，就是很红很红的一个颜色，然后就是显得他超白。那时候他跟照片是完全没有差的。然后他那时候就问我他跟照片有没有差，我说是完全没有差的。然后我们第一面见了就完全就边上也没什么人，然后就一下子就抱在一起，对。然后他很不老实，就是一般就是可能就是。对啊，就当场坐起来了。第一次见面会比较害羞吧，然后这个人第一次见我抱完之后他直接亲上来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对，反正然后后来我们就为什么不亲啊，对啊，反正都在一起了是吧，我发超级好看，谢谢谢谢好主动，当然了，为什么不主动，然后我们就在后来就去朋友家了，对，你们开始谁主动的，就是我谈恋爱不都是双方主动吗，对吧，之前丢啊，没有没有，在马路上怎么丢啊，你丢给我看，因为我要从良所以就染回黑色了，因为红色也有一个原因，我们两个都染过红色，红色这个头发来它会掉闪，你知道吗，就是你睡醒之后枕头上面全部都是红色，红色，我现在也染不了，因为是染黑的。他这个头发已经很脆弱了。啊，你继续讲啊。然后就是我们，就是去了他朋友家，后来，然后后来我们就，那时候因为已经凌晨了。对，凌晨了。然后我们就直接一个奔向酒店。因为我们总不能住朋友家吧？因为刚开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跟他爸爸妈妈认识。对。然后后来就是他有带我去他见他爸爸妈妈，然后一起吃饭。然后把我给尴尬死，你知道那天我超饿，那天我们两个睡到中午起来，然后吃，然后中午起来，然后也没吃什么东西，因为我怕吃饱了，然后一桌子海鲜，对，然后我怕吃饱了去吃不下又很难堪，就是觉得很不礼貌，然后我就是没吃下去，你知道吗，然后去那边5点，然后因为第一次见面，然后他也不知道我们俩关系，但是我心里肯定是，对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，对。身份介绍，他跟他快点放首星辰大海，放放放，好放一首啊。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跟他爸爸妈妈见面，就是很尴尬，然后
他不是有写过一篇小作文吗？就说，就是我反正尴尬，我就因为一桌子菜，然后他跟他爸爸妈妈就是很直接的说，去酒店做什么？当然是做爱做的事，做爱做的事情。对啊，我那个时候被吓到了，就是连夜发出七叫声。对，然后其实我们感情这个事情嘛，从刚开始父母肯定是不接受的，对。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，对，有一段时间就，你们懂的吧，反正。好，今天就收，今天收，下次讲。反正我妈现在是接受了，是我因为不想讲太悲，好吧，不想卖惨。为什么尖叫？痛啊，当然是。因为我们两个就是现在看起来就是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很开心，然后一起奋斗生活，其实都是要靠自己。对，就是没有看，就是你们会问我们什么工作啊什么什么，其实我们两个都是一直在两个人一起奋斗，就是没有靠家里。对啊，我才刚毕业来的，就是其实就说了，我们这个人群没有那么简单。对，不管是社会啊，还是社会的舆论，还是家里面的关系，对，其实都没有那么简单。好了，今天就，对。但是我们两个有努力，我们会加油的，对。对，像以前对有跟那个。毛毛姐他们讲过这个事情，冉姐，对，冉姐，对，然后我之前在跟那个群里跟家人亲戚群说过，我没有讲过，所以他们都知道大致了，因为我们就是为什么原因就是一直不想讲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没必要了，对，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会自己消化，然后就是很多事情没有，好了。收，希望抖音不要，对。